离婚还迟到的男人不能要，你妈今天就甩了他。差点错过了我们离婚的大日子。不靠谱的男人，离婚都赶不上热度的。嘿，你一个逆子来干什么？你们结婚没参与，离婚我得参与一下。拜拜。嘿，你什么？净身出户？30秒，给你一个收拾行李的机会。妈妈，你进来的包包和衣服都给你。我就知道我宝贝儿子最心疼我了。走吧，大宝。我不走，我认床。大眼狼。女王大人，别生气啦！你不是投奔你爸去了吗？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！爸爸，噔噔，噔噔，老爸才不忍心让你吃苦呢！用不着，我要靠自己的双手开启新生活。对女朋友们，你不棒。给冰淇淋，你也尝一口。不吃，不吃就算了。别闹了，跟我回家。给冰淇淋。你还是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这个家。我为这个家挣了这么多钱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这难道还不够吗？够吗？我说以后会有一道彩虹，却不曾说过。青蛙妈妈会不要自己的宝宝吗？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紧紧握在手中。看来你爸真的要给你找个后妈了。虽然他比你年轻，比你漂亮。哎，你小子，快跟上！师傅，快跟上前面那辆车。收工了。这里坐的是我的老公和他的小三。这么刺激啊。坐好了，我走。还挺舍得给你们花钱。你们俩在干嘛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他。不是我。你们怎么在这？这两位是。我是他小叔叔，他是我妈。嗨。这么年轻的长辈。我作业忘写了。准备行动，收到。你不好意思啊，老伴儿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姑奶奶，姑娘，你糊涂啊！跟你说呀，江野他抠门、花心，还大男子主义，大侄子还逼得前妻净身出户，他居然是这种人！对对。哎，你渣男耶！你妈肯定吃醋了，还不是我的主意。永庸，再接再厉，帮我把老婆追回来，不然的话我就真给你找后妈了。后妈？不要不要不要，包在我身上。不过我妈明天就要相亲了。我可以快些吃的吗？我也是打工的。哎，好吧。哎，你的包，你的包拿着。都怪我爸妈非逼我相亲。哎，要不你替我去吧。别别别，我老公刚死不吉利，事成之后我给你证书成交。相亲完了，我要有后爹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，刚收到一个名牌包包。没有男人会喜欢拜金女吧？像陈小姐这么坦诚的人不多了。那只好，哎，这里好热呀。赵先生今晚有空吗？既然陈小姐这么热情，那不如就别等晚上了。变态啊！妈妈，你居然有儿子？没错，你应该不喜欢替别的男人有儿子吧？喂。什么？我家猫生了啊！不好意思，有机会再见。妈妈不会生气的。多亏了我的宝贝儿子啊！还好有你，不然我就得嫁给二婚了。别提了，那女的带着孩子来相亲。二婚老男人？什么？
没听说他有孩子。就是他，是你，是你爸爸妈妈。儿童套餐你也抢？不孝有三，抢范围大。哼，怎么样？婚后一个人带拖油瓶的样子好过吗？那是，你前妻可真是太难带了。魔镜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姑娘？关键你还不像啊，你逛街呢。嗯，睡觉睡觉，我看小说啊。睡吧睡，哭死了，烦死了。你就是这么带孩子的？你怎么质疑孩子对妈妈的爱呢？他还有更不靠谱的呢。我上学要迟到啦。来，张老师，嗯，大宝生病了，请假。你挨着塌房了？什么？哎，我们来晚了，让我们进去吧。你一个小学生上什么幼儿园？对哦，我给忘了。六啊，您的下午床。来吧，来吧，九宫格。滚！孺子可教也，妈妈没白疼你。果然是我儿子，早当家呀。发布文案我都想好了。蓦然回首，坏了，忘记评评你前夫了。曾经爱过一条狗。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完美男人。妈妈，妈妈带我去游乐园玩。妈妈今天真的很累，下次带你去好不好？不嘛不嘛，少捣乱，一天天就别总想着玩。也不得，妈妈，我是没人要的小白菜。大宝，想不想奥特曼啊？想。我是塔塔姆星球的怪兽，我要打倒你这个奥特曼。我最下逆光了。你俩慢点。这道题太难了，我不会。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，哎，这智商也不知道跟谁。虽然你不会数学题，可是你很乖啊，你看老师们都夸你呢。哎，这叶曼曼，江大宝，你竟然给伪造家长签名，你看我不哎，不脑子。对呀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可是我妈离过婚，又带着我这个拖流瓶，你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会，我一定会对你和你妈妈好的。哎，我可怜的老父亲，你不行，你个闷葫芦，比不上人家潜力股。你呀，就是吃人嘴软。我妈就是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，你怎么就学不会呢？不过你比她有钱。钱有什么用呢？最近麻烦你了啊？不麻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请你看个电影。啊，好恶心啊！我来吧。他不是有洁癖吗？笨，他是舍不得让你干脏活呀。他好像是以前不一样了。人是会变的，你要给男人时间成长。看来我还是不够了解他。背着你长大，那你现在了解他也来得及呀。哇哦，我的闺蜜和我总有相同的。曼曼，你喜欢的玫瑰花好漂亮啊。我也很喜欢玫瑰花。你最喜欢的口味？保持距离，前夫。我也喜欢这个口味，给我吧。我去清理一下。我也去洗一下。My thoughts keep crashing down, keep crashing down. Got me kinda twisted. 看你喜欢的东西，我也喜欢，包括你。我爱的人只有叶梦，请你放尊重一点。可他已经不要你了。来，这面肉多。我来吧，开车的人不能翻鱼。曼曼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打车，你送小雪回去吧。那好吧，这是我老婆的位置。我已经不是你的老婆了，请你送她回家。哎，曼曼，你们，你在这等会，我去把车开。好的。既然我们喜欢的花一样，喜欢同一个男人，你不介意吧？
当初真是瞎了眼。闺蜜捐钱我全付。别害怕，要用绿茶的方式打败绿茶。第一步，阿姨你好漂亮呀。门宝可真会说话，阿姨都没有化妆，哪漂亮了？这是毛毛虫吗？女主角登场。第二步，哎呀，早知道妹妹来，我就不来了。要不吃点水果？来。我才不吃，不是别个挑剩下的，也不会想着我。嘿，你小子，给。他只吃我喂的东西。哼，你别太得意。爸爸。哎。哎呀。你家的神经病，哼。我要爸爸妈妈在一起，怎么样？听我的准没错吧？原来你妈妈吃这套。江野，戏我配合你演了，下次再敢欺负爷妈妈，我饶不了你。接下来就看我的了。这是我的复婚方案，你们儿子找我来，专程帮你们复婚的。就凭你？别小瞧我呀。那你说说，你妈为什么要跟我离婚？那我问你，昨天是什么日子？儿童星期四。昨天是你们在一起七周年纪念日啊。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？那我再问你，后天是什么日子？情人节。啊、哦，谢天谢地，你还有救。你打算怎么帮我啊？瞧好吧，您嘞。三二一。啊，你站住。六六六。站住。你给我站住。喂。江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兄弟，搞定了。我们上次烛光晚餐还是大宝出生以前吧。对不起，这五年我慢慢习惯了你对我的照顾，却忘记了要去给你想要的爱情。你离开之后，我才意识到我失去了什么。对不起，曼曼。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从头开始吧。要想重新做回我男人，那就洗个衣服看看诚意。不就是洗个衣服吗？那就再做个饭咯。啊，做饭？饭好了。饭都做不好，你是有多笨啊？磨磨唧唧的，连口肉乎乎的都吃不上。重做。重做就重做。再把衣服洗了。哎，终于把衣服洗完了，累死了。怎么这么乱？在做了多少家务啊？做什么？萌宝，你干嘛？才几个文具而已嘛，收拾一下很累吗？我忍。哦，对了，地好几天没拖了，记得要用消毒水拖三遍哦。不会吧？这房子也太大了吧？动作麻利点，别耽误哄大宝睡觉。爸爸给我讲故事，实在讲不动了，小祖宗，快睡吧啊，求你了。我来吧。你已经原来这么幸福。曼曼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够好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试试重新。我觉得爸爸还能抢救一下，我可不想让爸爸带我了。请问这个能不能打开？坤南，找警察！都怪你，玩什么剧本杀？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待在一起啊？反正都已经离婚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对啊，反正已经离婚了，你也不希望我们之间留下什么遗憾吧？去哪儿啊？去做离婚该做的事情。这是2016年5月，这是我们相遇的地方。同学你好，我是美术学院的学生，我的手机跟钱包都被偷了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骗子，赶紧走。那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，你把地址跟电话留给我，
我回头一定会还给你的。好。2017年3月，这是我对你告白的地方。我们早晚都要在一起。妈妈，你该睡了。好安静，好平凡。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两座城市，你选好哪座，我就去哪儿。想陪你再多一天，闭上眼。杭州，如果这一切重演，我你想好跟我走了吗？小而温馨的空间。再后来，你用你的小发圈换了我一枚大钻戒，锁住了，我们就一辈子不分开。我们还能回得去，只要你想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我到此结束了吧。你好，我是美术学院的学生，我的手机跟钱包都被偷了。你们确定要复婚吗？确定，可没那么容易。这是一张爱情答卷，赢得满分就结婚，分数扣光就分手。不洗袜子扣5分，不做家务扣5分，惹老婆生气扣10分。这怎么全是减分项？爱情本来就是减分制，做错事情当然要扣分了。这孩子咱们是不是抱错了？江野，都说了多少次了，袜子跟内衣不能放在一起洗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下次不放了。天天说天天忘，到底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啊？扣5分。啊，江野，水龙头坏了你什么时候修啊？马桶盖用完记得放下来。知道了，下回注意。下次就知道敷衍我。别生气嘛，改就是了。宿醉病罚再扣10分。强子，喂，你别打呼噜了，怎么睡觉啊？什么办法，我又控制不了。彩虹的旁边有星星几点，迫不及待在眨眼。其实爱情里也有加分项哦。你爸的臭毛病啊，也就我受得了啦。走吧。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完全合适的人，之所以合适，是因为彼此愿意为了对方迎合改变。复婚后我最怕的就是哟，这不是曼曼吗？又回来了。是啊，三姑，这回您千万别把我老婆再欺负跑了。哎呀，瞧你说的啥话呀，我哪能啊。喂，我现在过来。曼曼，要不跟我一起去，我怕你留在这里尴尬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外头吃了他不成。你先去忙吧，我没事的。照顾好妈妈。嗯，我先走了。爸爸再见。呦呦呦，离开我们江野你连衣服都买不起了吗？这种地摊货也敢穿来我们江家。妈妈长得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，不像你。你小孩子乱说的。哼，妈妈你吃。这女孩子吃东西要有个吃相，你瞧瞧你哪有个大家闺秀的样子。我爸爸说吃饭香的女孩子最有福气了。好了，大人说话哪有小孩插嘴的份儿，怎么教育孩子的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我的孩子我自己会教，用不着别人操心。你还会顶嘴了，看着没家教的样子，你妈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不准你这么说我妈。没礼数的东西，我果然没说错你。萌宝。爸爸爸爸。江野，你来的正时候，你媳妇怕是要翻了天。够了，我老婆就算把天捅破了我也给她撑着。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，我可是你长辈呀。倚老卖老算什么长辈，别忘了
你才是外人，希望你对女主人放尊重点。啊，你不是见客户去了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因为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客户，我才不肯让你受委屈呢。花痴懒造的东西，怎么还有脸回来？妈，福州后你是逃不掉被婆婆管着的吗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怕被翻啊？年纪轻轻的包里一点钱没有，谁家媳妇怎么眼里没活啊？快去拖地。哦，哎呦，我来磨磨唧唧的。哎，脱我鞋子了。妈，你干嘛？这前是拖地的样子。学着点。嗯，好。天黑了，饭都还没做好，你想饿死谁啊？啊，好了，你看，等等，我先尝一下。太淡了点，媳妇做成你这样完蛋了。老公，我觉得咱妈好像针对我。哎，没事，老婆，我去教育教育她。你得跟她好好说说，她对我太好了，会把我宠坏的。啊，年纪轻轻的，包里一点钱没有，刚刚是不是塞了太少了点？那么淡，加盐啊？嗯，好，加，再加，再加。卖盐的都被轰死了吧？哎呀，做那么好干什么？做得好，以后都要你做饭了，学着点。哎呀，你磨磨唧唧的，洗到什么时候去啊？用洗衣机洗，那会把衣服洗坏的。洗坏才好啊！只要你不会做家务，家务啊就不会落到你的头上啊！哈，妈还说了，你好吃懒做，根本配不上我。你要对我不好，他就给我介绍更好的金龟婿。妹妹，妈给你买了奶茶，咱们下午一起去做美容呗。哎，冤种竟是我自己呀、啊。你老公有事瞒你。宝贝，我老婆今天不在，你来公司找我吧。宝贝儿，让我们抓紧时间。老公。老婆你怎么来了？人家心疼你上班太累，来探探班。哎，老婆出去吃、嗯、出去吃。首发失礼，执行 Plan B 计划。总算敷衍过去了。嗯。老爹老爹，人事部的大王和小美打起来了。哎，干嘛干嘛？江小宝，搞什么鬼？喂，被你发现了。其实是你可爱迷人的老婆让我给你带句话，是不是被我妈咪藏人了？你爸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？那你让我看一眼，里面房间很乱，我来扫。有重要的资料。我什么都不碰。密码忘了，开不了门。早就打开了。你看什么都没有吧？行吧，你可要小心点，如果做了对不起我妈的事情，我跟你没完。哼。放心吧，妈咪，一切正常。不过嘛，我觉得你可以防范于未然。宝贝，游戏还打吗？来吧，宝贝儿。我要来公司上班。今天起跟老公就是同事了。啊！走路没长眼睛啊！明明是你没有看路啊！将是实习生是吧？记住你了。哎呀，袋子破了。你什么你？下午有客户要来，收拾干净，否则走人。凭什么？就凭你只是个实习生。哦，对了，厕所也扫一下，包括男厕所。扫就扫。里面的出来了，我要进男厕所了。哎，你这个女人进来连门也不敲吗？这可是男厕。领导要求的，我让你。你要是求我，我也可以。哎，用不着，您管好您自己吧。行，到时候被领导欺负了，可别来求我啊！哎，没长眼睛吗？擦干净了。哟，厕所脏了。来活了，捅厕所吧。你不会连厕所都不会刷吧？那我先把你俩刷刷呗，行不行啊？行不行？看你还敢欺负！唉，累死了，江颖真不靠谱。这些整理完了才能走。下班了，公司无权强制员工加班。实习期间不服从管理，可是要被开除的。那你开除我吧。喂，现在立刻马上开除叶曼曼。我看谁敢。江总，这一个实习生怎么还惊动您了？实习生？你怕是搞错了吧？他是总裁夫人。这份报表怎么回事？我叶曼曼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嘿、hey, ，
江总刚才好霸气，在公司还是要低调点吧。来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啊？哎，叶曼曼进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妈妈，妈妈！哎，不能进，不能进。不好意思啊，江总，没打扰到您吧？没有，能打扰什么？妈咪，我想吃披萨。好，我们走。还真以为你能母凭子贵了。叶小姐，江氏一向是靠实力说话，可不是靠关系就能让人信服。你想怎么样？这是开会要用的报表，明早八点之前给我。行，大宝，走。这是一周的量，我看你怎么做得完。站住，报表呢？早就发你邮箱了。做完了又怎么样？质量不行，你样走人。这是谁做的数据报表？谁错的？对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犯这么基础的错误。谁的问题谁自己承担，犯了错就得认，别总想着靠关系。抱歉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江总，怎么都这种时候了您还偏袒他？我是说有你这种人在公司是我的责任。这份数据是你动的手脚想嫁祸给叶妈妈对吧？我没有，明明是他自己能力不行，连报表都做不好。这报表是我亲自做。啊。愚蠢。说吧，什么事啊？我最近呢有个项目要赶进度，想让老婆大人帮我照顾一下大宝。嗯，不行，说好一人带一周孩子的，我工作真的很多，不够。那这样，你帮我带一天孩子，工作我帮你做。你说的，不准反悔。你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明早八点之前给我。行，大宝，走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大冒险，大冒险！请右边的一位玩家，快快快，进一个，进一个！又来了。我可没违规啊，我也是右边的。你刚刚为什么不拒绝他？你明明知道他喜欢你。我没。哎，叶曼曼，你老公在你旁边，你装都不装一下？我说你有完没完啊？你都念到一路了。你现在是不是嫌我烦了？是不是得到了就不珍惜了？我为什么不回答我？哎，是不是心虚了，叶曼曼？那你就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分居。分就分，稍等，我接个电话。什么被租掉了？那十三幢那间呢？也被租掉了？这附近的房子都被租掉了？都租下来了是吧？好，继续盯着。什么房子全都租了？对，不知道哪个神经病把周围的房子都租了，害得我呀只好跟你去住啦。完了，忘记他可以找。没问题啊，你快来。好嘞。不会吧？真要租啊？喂，还不留人，蠢东西。这样啊。啊好，五千万啊好，哼，不留就不留，没问题，张总啊啊行好，嗯，怎么办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追。喂喂，不走行不行啊？行啊。江爷，江爷，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啊？你干嘛抱我啊？哇 ！Surprise！ 你谁啊？怎么在我家？我是你青梅竹马的妹妹呀。妹妹，我没有妹妹，出去，没有妹妹。你干嘛动我东西？你是谁？总裁，我是你的秘书，负责安排你的行程。我没有秘书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你是谁啊？嗨，我是你的保姆。我没有请保姆，快走。嗨，我是你新来的邻居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让我进去，你让我进去。给我找个保镖，我遇到个疯子。江野先生，你愿意娶叶曼曼小姐为妻吗？医生，你怎么样了？车祸造成您先生颅内神经受损，出现暂时性失忆。喂，对方接到江总出车祸的消息，打算撤资。想要病人找回记忆，要靠最亲近的人。喂，江爷，
我是你的婆婆。没关系的，无论我是谁，我都会在你的身边的。